去年参加大型体育比赛的新加坡团队运动员中，有三分之二的人是首次亮相。哈里马总统在招待运动员晚宴上赞扬了团队的出色表现。哈里马总统表示，年轻运动员在比赛中展现出优秀的潜能，并期待他们未来能取得更大成就。我国团队去年参加了冬奥运、亚运会及共和联邦运动会等大型国际赛事。